过两天周六，我准备跑川幺八，318川藏那条线。你到林芝的记得给我打电话，我请你吃饭。不行啊，我那有比赛啊。哦，就3-4天就能跑完。你到林芝记得打电话，记得发微信啊啊，叉叉。灵芝是哪儿？我还不知道呢。你的跑318你就知道了。那吃的啥的，要不多备点。路上再说呗。哎，你看能不能再带个帐篷，对吧？就是靠近车那里，然后搭个帐篷，再搞点什么，看看星星啥的，好像挺好的。我们来跟物理定律玩个小游戏，如何？这带不了那么多东西。你什么车？两座的小跑。哥们，你开小跑了，跑318，你疯了吗？你的底盘不给你刮完了都。318那条线不好，你318那条线不好。不都是大路吗？但是很多地方坑坑洼洼的，而且你的小车能不能跑得动都是个问题啊。哥们，那山那种。跳伞指挥会记住你们的名字，永远在杀戮。别玩自己小命了，真的。我感觉你是活腻的，真的。就是玩，哎。你们什么时候来？也不是很腻。那我是觉得真是风景如画呀。没啥人，阿尔法吗？他们先落了。先落没什么问题，看起来挺好打的。那落这边吧。OK。我的。我没了解过他那条那什么318怎么样啊？可以啊，你想了解，我可以带你们了解。但是说实话，你们没有那个一定的高原，反正身体不是很好，我不建议来，真的不是建议来的。我有点卡，你看看。十几年没感冒过的那种的，可以去吗？不是，这跟你感没感冒有什么关系啊？没关系。他好卡卡卡不卡？很卡啊，慢动作。照片，啊，好看。对呀，我们人多啊。你还找谁？自己去吗？成都这边车友啊，我们组织，准备一块去。我说你一个人来，你和你对象来，我可以请你吃饭。你们来多了，我请着啊。不用你想，不好打吧？这么卡，一走路走路一卡卡的。吃饭也行，太卡了，走吧。这走路好慢，哥。为什么会卡？不知道，特别卡，拿不了。而且我挺缺物资的，两个小兵，没书包。太卡了，这拼跳好厉害。哎，哦，我丢包了，100了。房没了。有什么那条线坐火车不挺好的吧？那开两天，晚上又能看星星啥的。火车是行，那条火车可以。但是有车还是选择自驾比较舒服点。皮特只顾这车了，坐车多爽啊！又不是开跑车，呵呵，赶紧买房车，我给你当司机，老板。等那个网络那个再好一点的时候啊，搬电脑在车上播去。可以，已经可以在房车上那样子，但是你在川藏线，就318这些线上面，网可能没有那么好。肯定不会啊。那他们说那边有些地方是断网的。肯定不会跑那种地方，跑大城市啊，跑那什么云南啊那种，哎，停个风景优美的一个地方，
我跟你说啊，就是川藏那边的风景你是绝对没见过的，是你绝对没见过，你就是你一辈子都见不到的那种。我自己一个西藏人，我天天看这些东西都很，有时候自己都觉得很漂亮。对啊，有没有在就是什么那种没什么人地方过个夜什么的，看看星星什么的？肯定的呀，去那边去滑雪。冷吗那边？山顶上肯定冷。我现在这边九度。九度？对，九度到五度。平时多少度啊？平时夏天超不过30度吧。哦，那变化挺大。没什么概念，什么川藏318什么的，没什么概念。很有名吗？跟那个珠穆朗玛峰是一条路吗？嗯，差不多吧。那条路比较偏了，珠穆朗玛峰的话要往拉萨和日喀则那边走，不，阿里那一块走了。拉萨和阿里的交界处差不多吧，在阿里边边上，反正后面就是印度。哦，不对，后面不是印度。是哪儿来着？尼泊尔，对，后面是尼泊尔。有一队啊，两队。一队。船头。搂了。没枪，没枪。没枪，没枪。报废。有一个。烟妹扑他扑他，他闪血了，掉了，人呢？掉下了，掉下了。机器人过来了，在这头上。我靠，我好卡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举个盾，我往后爬。过来，这机器人好像有点问题。在这。举个盾往后爬。他在这个位置，到我这儿。这穿你哥们儿。他拉金星了。试挂。绝对往前吧。那个烟妹试挂，他是一个秒了。好憨，我以为我是风马级。好像贴了，就往你那边走了，贴我了，去你那边了。我来帮你。卡利斯，快破甲！一滴血，一枪子。这脚底下一枪子。桌上有一个。后面。我这，最后一个，他们有那个马吉吗？我听到马吉大招，对面扔的，我没血了，打他一把，又来一队，看到了吗？没大血，一个人，来我给你扔一个。有单链吗？都没有，只有两片。行，都行。下面换个狗。大瓶剑，两个。烟妹，这还有一个，能打这个吗？我打了，我要拉近线，太远了。哎，死甲，我近点有两个，近点有两个，起救了。对，100破甲。没进镜，我跑了。哇，全残血。截追！
一百了吗？我操！哎，又一百了！哎呀，真的，这个赛季都这样吗？对，这个赛季一直这样。这个逼班加罗死了一只炸黄，真菜！真他妈傻逼！谢谢，打不过就给你点了。杀到傻逼了，杀到傻逼了。好烦啊，这老炸房啊，还能不能打？哎呦，这把好奇怪哦，劫杀了，没人了，这把看人数，我操，直接杀，这把得直接杀，要不然掉分啊。满编队不多，满编队不多，估计。哎呦，我给人吓跑了，哥们儿，回哪去啊？不能直接落人脸上，人家落地了。那肯定不落他脸上，搜一下。你别带猎尾啊！你带猎尾，你那么追。行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给他卸了下巴。提醒一下，我可能我可能也会忘了。OK。来了。来了。能在南北吗？应该往里搜了。OK。嗯。来，我脸上，我脸上，我脸上开门了。我过来。往右边走。哎，这行了行了，金甲动力动力。慢点慢点慢点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在哪儿呢？往后跑了。在那可劲跑了。但是。我看到，我看到。金甲动力。给个扫。动力。扫到，扫到。有快爆点。好的，哇，还在跑。我先走，我跟皮特。动力上来了。好的。还在跑没有？在这跑啊！前面的防区吧。嗯。看了。今天神有了吗？马上有。一滴血下，一滴血下，杀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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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这，我这，接打，接打，下去，下去，他怎么在这儿啊，哥们？操！你是真的？我都不知道他能跑这儿来了。那算挺肥，再来点。扣分应该不会扣，加小分吧。要加小分，加不了那。起码我们今天上上分了，终于开始上分了。前两把都是怪物，来人！来来，我这个呢？我看，我看，我看。他好像也是风马骑士。那我给你个扫，我给你个扫。跑了，跑了，跑了，没事没事。右边，右边，
等会儿，有弹，我这。信号无效，信号无效。拿着。左边。近点有人，近点有一个。对，蓝甲，快报点。哎，后面。都让后面。来，大家打了他60，我们得扑一个，扑艾许，扑艾许。来，把这个艾许打了。别急，等他过来我们打。等他过来，快碎了。我拉破。没听脚步，没有，没多少能量了。能量在上面有。还在那吗？还在那吗？七十。我被滋了。我给你扫。你有球吗？先走。下去了。竟然大闪，我这。竟然闪你。6个大血，没大电。两个大电，我给用吧，给你的。丢本书了，你先过了。刚才这有人呢。书。我操！你们在为难我这个团队，爬不上去，我操！白打烟妹吧。被白打玩走了。再打！来，开打。这是假，看错了。再往下走。这。那、你可能你脸上。跑了。这就跑了。这个白甲烟妹，乱。没脚步了，我去扫一下圈吧，我扫一下这个圈。稍微一下。今天怎么这么糊是吧？我重启一下直播间，打点人醉吧，这独狼感觉追不上也行，不是打独狼可以，那两人就不会自杀。来这边，又跑，这是不是炸房的呀？应该不是。他原皮白甲才能看得好。他可劲儿跑、死了，死人了啊！他死什么鬼啊？
啊？这什么意思？哦，那个是分开。行，我过来扫。估计他要自杀了。我们满编队。头顶，我头顶。OK。赶紧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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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开，一定不要开。我怎么退不出去啊？你们退出去了吗？退了。我退不出去了。哦，把他杀了一，从92变成171。嗯。我怎么退不出去啊？服了。